我们在斗南花市待了几天，今天准备走了。你看我们的收获，满满的一车鲜花，好多花呀，才22块。对呀、啊，那个老奶奶那里7块，然后之前买了15块。哦，这里还有5块，还有5块，总共27，塞不下了，其他都是捡的。对。阿龙都没位置了，我脚也没地方放了，脚上全是玫瑰花。这个都是捡的哟，这一包都是捡的。好香啊！对呀、啊，香喷喷的。我们在这里停了几天，不知道停车费是多少。然后中间我们住了一天酒店嘛，就拿了个停车票，扫一下，出厂前使用。刚刚我们已经扫过一遍了，扫过一遍，一直扫，一直扫到优惠完。哦，一直扫到优惠完啊！哦，一直扫，谢谢你啊！糟了，把后面的车挡住了。他只要行期的话，你要一直扫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是消不了。已使用啊，就不能再用了。不行了吗？不行了。那就给他钱了，给多少钱啊？可是只能扫一遍呢，能扫一遍，那就说你已经优惠了96块了，还要交105块。这样子啊？那算了吧，堵在这里不行呀。我们要发票是吧？不用发票，来。我今天扫前面那个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把后面堵着了。因为我想着应该多拿两张票就可以了呀。好，开好。哎呀，我们应该让酒店多拿两张的。他说的随便停多久都可以。对呀、啊。这个，但是堵在这里他不开杆，后面的车一直叫，又给了100米，好晕哦。我先导航吧。哎，那个停车费真的好冤枉啊，白白花了100多。没跟酒店多拿两张，他说，因为那老板说的一张就够了。对啊，他说一张就够了，他说一张能管几天，气死了。放音乐吧，别气了，放点音乐听吧。这也没用，钱反正已经都是别人的了，已经进了别人的口袋了。我跟拍照。对呀、啊，已经进了别人的包包了。听一首什么歌？我们的时光就是那个美好时光。好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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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石桥，感到潮湿的味道，翻过了青山，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，海风拂过椰树，吹散一路的风尘，这里就像与闹市。我们已经到达了昆明市区了，然后我今天也拿到了我们这个包裹。包裹买的是这个防风棉还有防风毛衣，因为之前被半径给咬烂了，所以这次买了两个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我们明天就出发离开昆明了，明天是去弥勒寺的东风印景区，那是个网红景点，所以我们明天就打算先去那里看一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